没事吧？你完成啦，你完成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给他一个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可以的。下面这个动物很特别，这个动物呢叫做是负鼠。负鼠是什么意思呢？被吓到就会死掉的一个动物叫负鼠。我们来欢迎负鼠。大家好，我叫罗文燕，目前就读明传大学，是华文流行音乐语言艺术持科。罗文燕加油，死也要死在台上。评委老师好，大家好。什么？你刚有讲话吗？评委老师好，大家好。评委老师好，大家好。哦哦，讲了三次。不要吓他了，不要。你好，来这边请。他让大家印象太深刻了，他的海选有一个影片，等一下影片是他称之为附属的由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被迫的小船，从今以后没有我，你会不会？恭喜过关。好紧张哦。很紧张。还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可是他想吐，还是中暑了？那水可以给他。我怕那个舞台，那你会不会怕上电视啊？会啊，那怎么办？要不要把你刷掉？你现在心情 OK 吗？那我们就要接面罩喽。好，来你自己把面罩拿下来。加油，加油！哎，长不一样哎。老师好，我叫罗文燕。哈？来自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的朋友，没关系，放轻松。你为什么紧张？怎么了？你会？我怕这样多人面前唱歌。那未来你要开演唱会怎么办？所以我就要慢慢习惯了。可以可以，你可以慢慢习惯的，这是你成为巨星的第一步。我们先面对这些人，我们之后慢慢的面对更多人。睡吧睡吧，让它沉睡吧，醒来之后就不要再牵挂。很棒很棒，你完成了，没事吧？你完成啦，你完成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给他一个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可以的，大家都给你掌声。你现在想到什么？为什么会突然唱得不好？不会啊，没有人说你唱得不好啊。